等一下，正话，老师会给指示，是我要你们记，因为你们一直讲话，就是那个吗？叫他学一点东西，就跟我讲到3级。在讲几啊？好喽。哇，你3级你这。3级就不是2级喽，3级就是3级喽，不是1级就是2级。也不是一个分的。啊？